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鸽子，这里是迷你世界。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玩的这个地图，它就有意思了，它和一款综艺非常的相似啊。它的名字叫做《男生女生向前冲》啊，这是一款闯关的综艺，但显然呢，我们游戏中的这是一个跑酷地图。那我们今天啊，就来看看我能跑啊，我能闯几关呀、啊，小伙伴们，这个呢，我也很期待啊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。看一下第一关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我第一关居然就失利了，这个不对呀，哎，它这个东西好坑啊，哎，我们直接跳起来，哎，这直接给我卡住了，哎呦，哎呦，它这个东西是一直在向下这样摆动的，如果我站上去的话，它就会向下走，我们等它恢复正常，直接一个跳跃，上到第三个。哎呦，不知道这第三个能不能正常一点，让我上去啊！哎呦，他居然跟我玩心理战术！起来，你快起来啊！我要借助你的这个，我爬上去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爬上去了，复活点保存了。哎，复活点保存了，我就不怕了，我直接就上来了。以后我们来到第三关，这个名字就有意思，叫做弹力大风车。哎，我跳，我再跳。哎，我怎么回事？这个是被卡上了吗？风车简单多了。哎，这第三个跳不过去吗？好，他这个大风车有 bug， 我们从旁边过去了。我们现在看第三关，名字叫做千钧一发啊，这个关卡我印象很深刻的，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就会。哎，我们应该怎么走啊？现在怎么走？哎，怎么走啊？这个？哦哦哦哦哦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好，哎呦，哎呦，看来是不能被这个东西所撞到。它如果把你撞到的话，这样的话就得重新再来。我们来先把开关召唤过来，这一次肯定没问题。走，来，我们等这个大转盘啊，它刚过去我们就赶紧跳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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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到这个跳跳板上，那就哎呀，这个弹跳板莫名的感觉有点坑。我们来到第三关，名字叫做。斗转星移，哎，斗转星移应该怎么走？直接应该是这样的话是要跳上去的。嘿，嘿，哎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小伙伴们，我闯关这是成功了吗？我看到放了烟花。好，我们来继续向前走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个我可印象深刻。这个楼梯呢，它是会一直动的。我们需要在它上去的那一刻，好，就趁现在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我差点就成功了呀，这个我就差那么一点点我就要成功了。我们来等他上来啊，不要套路我，不要套路我，我已经准备好要跳了。哎呀，我感觉我的脚好像被他给束缚住了。等他上来，哎，我这正要走，他就又下去了。找一下它的规律。嘿，好好好，
哇哇哇哇哇！这一次速度快了。这个提示是让我上去。好，哎，好，我进来了。到这一块是，哦，往这边走，这边下边有一个红色的台阶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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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又跟刚才一样玩套路，哎呦呦又在套路我，又在套路我！不要动了，不要动了，不要动了！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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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差点要被滑下去了。好，哎呦，哎呀，小伙伴们好气啊！